跳跳跟卷卷看了，你各位欢迎收看铁牛跟婷婷的频道，没有错，今天非常的棒啊！今天非常的夸张。好像疫情期间也不能出去外面抽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你老公开店了。我怀念抽一番赏，对，所以因为你不是歌集啦。我今天就弄了一泡来家里，因为我看了很多 YouTuber 也是弄到家里面来抽。今天不止我们两个抽，我还请到一个特别来宾。可是他们来家里哦、喔。可以，我打视讯电话。Hello。阿杰。阿杰，哎，有声音吗？好像在看你直播。有声音，好像在看直播。声音没有这样远距离抽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对。我自己有买。哦，你自己有买一组啊？阿路，你在我这边抽到的，看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。没有啊，我因为是你的影片，所以我就帮你的观众抽吧。怎么？你这么溜？真的吗？那你抽到的，我把它变成一包，然后直接送给观众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你的还是我的？你的。那你抽到的是也要送啊？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抽，来来来。阿姐，你抽过一番赏对不对？有啊。哦，阿姐都是单抽而已。很累。对，好，阿姐都是单抽。好，因为来者是客，哦，所以看你想怎么抽，我可以帮你服务。你往上看就蛮低的。对，四抽个5张吧。5张吗？那你有没有抽法？给婷婷抽第一张。给婷婷抽第一张。哦，我压力好大哦。来来来，你有想要哪一个吗？想要那个投磁铁的。磁铁。哦 ，F 的。好 ，OK。应该算比 A 容易很多吧？对，好来 ，F 多吗？这是。总共有30个 F。来，疫情第一抽，来。好，那我就闭眼睛好了。哎，如果你第一抽 A， 我会吓到。等一下 A 是哪一个 ？A 是 A 就直接是那个哥吉拉吗 ？A 是4只哥吉拉。哇靠！哎、欸，其实这次奖项都很不错，杯子也不错，杯子蛮有梗的。第一抽，我直接开哦。开。3、2、1。阿姐，哎，来啊！哦，哎，中了。F。阿姐哥哥想要第二个是什么？看看有没有杯子好。送了，直接送出去啊，老子爽。老子爽，直接送出去了。好，来帮你抽五张，对不对？1张、2张、3、4、5。客官，这是您的5张，抽一下。Yeah! F 2个 ，F 最多啊。有G赏吗？没有G赏，这次只有 F。哎，看 F 反而是我最想要的，哪招？好，可以继续。好久成瓮底，这是第二抽。3颗头嘞。如果四个 F 的话，你说 F 有40个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其实是1/2的几率、欸，哎，刚好有抓到我那 F 四，对不对 ？F 四，F 二一一一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还没看到。我干！送了！直接！天哪！好派！直接给铁牛的观众啦，看你怎么送啦。这个铁牛要破费运费了，这个是大只的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他这只不好记，这只应该是120的那种运费。我干，好快哦！你太快了吧！来啦！来，我一起是不是？我们就假装聊天。阿姐，你我直接偷开啦，正常啦，正常啦。那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 F 啊，可是我觉得可以抽到8个 F 都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他的头快拿到了。好，那现在换我了。老板哭了。好、啊。老板是我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老板，我是二房东。那铁牛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其实跟你一样，哎，我这次最想要的是。我其实跟你一样，我这次最想要的是头。八个头其实蛮实用，因为它是磁铁。如果有这八个头，我可以拿去贴冰箱。我一回到家看到八个头在那边，感觉心情就很好。2张。我撕了以后我不看，我先给阿姐看，我不看。
放着。阿姐看到了，阿姐看到了，瞄到一点点。你也拿两张，我可以拿三张吗？啊，可以。我再撕三张放在上面，先给镜头看。OK OK， 好，好，然后再给镜头看。很夸张吗？对，嘿嘿，都不看哈，不看。很夸张吗？不看，让我玩个屁呀！没有没有，这是一起的，这是德州扑克的玩法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抽鬼牌啦，直接抽鬼牌。你妈很烦耶、欸！直接跟婷婷玩抽鬼牌，你直接跟她这样一人抽一个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我那博婷那朋友，他那边每抽一个在那边给我跳舞。老婆，我们一二三，我们就一起亮出底牌。好，哎、欸，这很讨厌哦，拒绝。嘿，刚有诈骗集团打电话来。三二一，嘿。我拿左边。冲那么久了。哦。我真是。三二一，获胜者是铁牛两分，获胜者你得两分。哇靠！哇，你真烦！我天啊，太扯了！铁牛，我刚刚是不是真的在讲？我们才进行多久而已，都已经快抽完了。抽而已啊！如果你现在是去店家抽，老板应该……老板会没有，这老板也还是要给啊。我跟阿杰加起来还有婷婷，我们现在十一抽。那好啦，好啦，那今天已经到这边。好，来，那这个交给你开。好，三二一 ，OK， 来，我们抢牌。大家，来给阿杰参与。婷婷抽到海报一张。哦，你很骄傲吧？好，来哦，再来看三张底牌，先给阿姐看。我先不看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阿姐哇哇哇哇！不用玩了啦。一哇靠！哇！可以喝水了，它是一个杯子，真的没有 C 吗？你们这太扯了。来，这第二张给阿姐先看。屁啦！好来、哦，屁啦！啊，铁牛啊，我真的觉得你要还愿，我要还愿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可以不用剪太多了。这是你刚刚那一张，你不知道什么哈？对，三二一，靠！太扯了，没了啦！这个老板要跑路了啦！这个老板，现在已经抽了四分之一，五抽啊！对，十一，一，六。你要跟观众讲一下，我们是没有 C 的 ，A 场里面就那么几张而已。我们一次九张，我们一人三张，要不要？可以。现在剩下 C 还没出现，对不对？看看有没有 C 啊？一人拿四张，刚好就二十三抽了。我觉得效果也多了，就不要太多。阿杰，给你拿三张。嗯 ，OK。我拿三张，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一定要废头。如果路人经过，完全不会想抽这个。路人经过就走过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对啊。这一套不用卖了。来，老婆，你抽三张。来，这是阿杰的。你想要怎么开吗？还是就直接抽连杰克满的第一抽，先给他看。哎呦，哎，第一抽，我们的连杰克满第二抽，先给他看。来，三，可以，不一样的。连杰克满第三抽开始。哎，哎呦，可以，嗨。好，那接下来到铁牛哥哥的环节了，一样德州扑克的玩法。好，一次三张吗？二一，冰。哇！啊 ，C 出来了 ，C 出来了 ，C 出来了。这是婷婷的第一抽。哎。可以，还好吗？哎呦，你很假哎、欸，我是两个D啦，等滴滴可以。
当你跟店家说几抽？我是刚刚说你就给我抽啊，我本来是想说要抽到 A 为止，好像已经满足。你已经抽很多 A 了，那应该一开始，那应该第十一张就要停了。23抽有3个 A， 有没有很开心？谢谢阿杰，谢谢阿杰加持。现在哥吉拉战友只要碰在一起就会有火花，很大很大的火花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哪比一直在旁边咬。哪比？阿杰说他把他抽到的全部打包送给观众，好，那我们就在底下留言。然后这边因为到影片的尾声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老公也是买一整套。啊？你不是只有23抽吗？不是，可是我要跟你讲说，我买一整套。一脸红。我其实跟老板有点。你为什么要买整套？你一开就抽3个 A 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没差。你有没有很后悔？对，我有点后悔。那一整套多少钱？然后我在想说，大概我阿杰有一个。然后你还讲得下去？跟婷婷讲一下，大概3万。你阿姐有买，她知道。你3万买3个 A 啊？可以啦，男生辛苦赚一下嘛，就是赚钱就是要花钱啊。赚钱就是要花钱。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的，记得也要买。对啊，我下一次在家抽就是美少女战士。对。那一包里面会有 A 吗？哎，不一定。有可能会有随机的，不要挑，不要选哈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这内人又开始怪怪了。我真的好奇，有时候不要那么多问题。好，那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也去订阅阿杰的频道，还有追踪他的 IG。那还有什么想我们拍摄的一番长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其实你不用留了，我也会去看的，我也去看最近有什么好抽的。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拜拜，阿杰，拜拜。就是老公最新在看的那一只，那他怎么那么快就抽？因为他这个动画其实在大概去年就有在公布这件事情。结巴。所以你又买了什么？对，我买奇异点哥吉拉的 SHM。刚刚阿杰报价大概30000。直接那阿姐要还场好吗？可以啦，男生那么辛苦。